太行大峡谷在哪？太行大峡谷风景区地处河南省西北部，南北长100华里，东西宽8华里。它北起任村镇回山脚，南至山西井底，是由浊漳河支流露水河切割于林绿山中形成的一个长50公里、宽 1.5 公里的深切峡谷，两岸为典型的漳石岩地貌，台壁交错，古幽峰奇，形成气势恢宏的大峡谷风光。海拔800至1739米，相对高差达1000米以上。境内断崖高起，群峰峥嵘，阳刚进露，苍溪水湍，流瀑四挂。